的人气直播美味秀，傍晚好，大家傍晚好啊！第四间煮什么菜？来，有的算的，有的算的，算多多，啊，算多多，财源就滚滚来。我们要算多多，财源滚滚来呀、啊！今天的新年菜色啊是财源滚滚啊！第四讲要算多多，所以要下，所以这道菜叫财源滚滚。我们先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，这边这边这边要站这边，好的，站那边。弟弟昨天生日啊 ，Happy Birthday！ 昨天他生日一岁了，讲我一岁了，晨晨一岁了，俊晨一岁了。Hello， 他在刚看住他外婆在做梦，外婆在煮饭，外婆煮饭，啊，搞得垮妈咪垮，搞得垮。Hello， 他怕妈妈跑掉，他太久没有看到。外母在照顾你，外母在照顾你。他久出来没有看到人。外母在照顾。我们先把青龙菜。诺青龙菜。韭菜，韭菜炒蛋呢，先炒起来哦。菇菜。啊，韭菜炒蛋，哇！班长帮你找一个财源滚滚的照片来耶。财源滚滚啊，新年菜色啊，祝大家啊，今年过年前呢。赚翻天啊，财源滚滚。新年菜色财源滚滚，顺便再写上去先，财源滚滚，他讲算算算算多一点啊，所以呢就财源滚滚来。弟兄呢先把这个韭菜炒蛋呢先炒起来哦，好来了，嘿，三个是俊成班长，俊成，俊成，他讲是博大哈，特地剪博。我昨天还问三姐，怎么剪博大的？他的哦，可是他剪博大很美哦，他的头哦，白白，他头型很美耶，剪博大哦，圆圆的。我们这边做好这一鸡蛋呢，三粒鸡蛋哦，炒蛋壳准备起来后呢，我们烧热油。然后呢，爆香 Billy's King 送的江鱼仔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韭菜呢炒起来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下 ，Billy's King 其实有卖那个新年礼盒哦。上次有粉丝问哦，等一下师妹把那个礼盒的资料给你们一下。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。嗯，大家呢今年哦赚翻天啊！师妹把那个Billy's King 的那个资料给你们一下。Billy's King 啊，看下去啊。好，你们可以跟 Christy 呢买他的礼篮呢，他的礼盒呢送给亲戚朋友们哦。如果今年没有拜年不用紧，可以寄那些年货啊，跟亲戚朋友们一起呢，跟亲戚朋友们一起拜年哦。等下我找一下信息啊，顺便找给你们。大家傍晚好，傍晚好。好，我现在发给你们先啊。喂，收到吗？有收到吗？会、嗯、新年礼盒 Billy's King 的新年礼盒，明天弟婿有煮哦，弟讲明天要煮耶，他讲他买了很多新年菜哦，粉丝们一直问他，弟这个没有煮，那个还没有煮，这个还没有煮，不买就忙是大概嗯。大家傍晚好，来拍照一下先。今天的韭菜炒蛋，应该是买两把方柱黄，剩下一把韭菜炒蛋完成。新年有回来吗？没事吗？有，安弟兄有登厨，今年有登厨，去年没登厨，今年有登厨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准备下一道菜了，来给大家看。这个韭菜炒蛋呢，刚才安迪秀呢先把多少粒鸡蛋呢？三粒鸡蛋打成蛋液哦，然后呢我们先下锅呢把这个蛋液先炒香备用哦，然后我们烧热油爆香 Billy's King 送的江鱼仔，他今年哦有一个 5A 的江鱼仔特别大只的，然后如果你本身呢想煮过年煮面粉糕哦，你可以去买 3A 跟 5A 来 try 炸了哦，脆脆大大个很好吃。然后呢，我们烧热油，爆香 Billy 新送的蒸鱼仔后呢，把适量的韭菜炒香，只加了盐跟调味料调味呢，最后加入炒香好的炒蛋一起翻炒均匀备用哦。
今天呢要煮一道新年菜，叫做什么呢？锵锵，财源滚滚。燕弟讲，我们要今天要算，然后呢，算了就有钱，所以就财源滚滚来。办完好。最近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啊，所以自己看回重播啊。加油啊！过年呢，快点准备很多料了。粉丝们过年都买什么食材啊？应该都是买鲍鱼，差不多都一样啊。鲍鱼、甲鱼，什么是甲鱼？甲黑、甲鱼哈、啊。哦，买鱼、买虾，然后过年可以买手冻吗？不可以。买家那边手冻哈、啊。过年是不要吃手冻，你要变手冻。不要买，不要煮梅菜。不要煮梅菜。不要煮苦瓜。不要煮苦瓜。像过年呢，大家可以买鲍鱼啊。可以买那个鲍贝哦，妈咪，鲍贝你很久没有煮哦，鲍贝面粉糕，阿弟是煮的鲍贝面粉糕，大家办完好，跟我们下午去吃那个甜品。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，是 Facebook 的问题啊。那天八十八去买的两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买回来就要快点炒，才看到很多。这个是菜买两把回来哈，放入房间。坏掉一把哈。对。这个是呢，我们讲的硬菜哦，也是我们讲的空心菜干贡，必须要炒辣椒。我们先烧热油，爆香蒜米末，然后呢要把辣椒下锅炒香哦。喜欢吃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的粉丝们记得分享给朋友、家人们跟朋友们啊！过年把这道菜呢分享给家人们吃。新年可以吃梅菜扣肉吗？不用。那不可以吃梅菜吗？你讲。今年每个人不要吃梅菜的啦，不要吃苦瓜的啦。啊，不可以吃梅呀、啊，不可以吃梅菜呀、啊，也不要吃酸梅啊。那。没有人吃吗？很少人吃，应该很少啦。我们新年的时候啊，吃干。为什么今年要吃干啊？我们烧热油，爆香蒜米末，然后把小辣椒下锅炒香。所以那手撕鸡很多粉丝在家里踹耶。哇哇，很大把哎。两把的空心菜，两天后炒啊，就一半了。就一半了。忙到我。两把的空心菜，这个空心菜不耐煮了，很快就粘到我。先煮新年菜哦，财源滚滚啊！希望大家呢把这道菜呢，新年的时候呢纳入你的拿手小菜哦。所以呢，大家一起赚到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哦。大家今年哦，2022年像龙哥这样，身材跟他的荷包是一样的，肥呀、啊！他们每个问我，龙哥怎么最近长胖了？我讲他荷包跟他的身材现在一样了。隔壁，因为见顾客多，那个茶水喝太多。客多，这个客茶也多是吗？哦，阿弟你也会嘞，旺菜，帮他讲这是旺菜 ，Chinese New Year。看会独一的 sweet potato 把叶膜看他讲 ，OK 是啊，可以吃芋头，好芋头啊，吃了芋头有好芋头、哦。不要吃番薯，不要吃番薯，为什么？你要分散。哦，吃番薯变番薯啊？对。所以吃芋头有好芋头啊？对。吃萝卜。今年还吃什么？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吃萝卜啊？为什么？带头啊。带头哈、啊。新婚了没、啊？还没有。办完好，大家办完好。阿弟的好朋友来找他了，快！继续。好多啊！今天吃到爽啊！然后呢？买回来快点炒掉很多。我们把空心菜下锅翻炒均后呢，加入了适量的盐，还有调味料调味哦。勒得一番熟，比看番熟啊！好，我们翻炒均匀哦。来，很香哦。我们太多了，多了就快糊掉了。师妹 ，How come do they know notification？ 不知道哎，今天很多粉丝这几天跟我讲都没有收到 notification 哎，师妹也不懂哎。
其实他们讲下午也没有收到，六点也没有收到，所以粉丝们六点自己进来了。明天安迪旭有煮啊，还没有确定煮哪一个新年菜哦。他这几天会煮新年菜，然后他讲我过年要休息啊，能不要叫我煮啊？他讲我过年前先煮给你们吃，过年的时候我你们煮给我吃。他讲不要了，还是我去外面吃。过年我们就吃火锅啊，哈，妈咪，跟你就讲火锅，还有吃什么？还有吃烧烤。哎，是今天烤冰霸瓜嘛？好像是哈、哦。好像你们讲今天要。哦，今天冰霸瓜，因为我们今天大家买了八锅还没有病哦。过年要煮什么汤比较好呢？过年啦、啊。啊。过年应该都是煲什么汤？番茄汤可以吗？昂痛痛。好像很少人煲番茄汤。过年好像我们都是喝猪骨汤、鸡汤、药材汤。哦、对，虽然都是喝猪骨汤。猪骨汤，因为拜拜了有那个猪骨，不然就喝鸡汤。嗯、啊，猪肚汤，胡椒黑啊、白胡椒猪肚汤。先祝安迪秀生日快乐！25号安迪秀没有煮，明天有煮啊。24号有煮，25号没有煮。25号呢，安迪秀生日，他讲他要去吃火锅，人家煮给他吃。其实火锅也是自己煮，不是？可是妈咪哦，很好笑了。他讲我要去吃火锅，我问他你要吃哪个火锅，三选一。我给他三选一，比较容易，不然安迪秀有选择困难症，不知道去哪一间。我们今天的青草空心菜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哦，爸爸妈妈自己种的那个空心菜，我们是这样子炒，就烧热油呢，爆香蒜米末，然后呢再爆香辣椒，然后我们就把呢空心菜呢下锅，然后翻炒均后呢，加适量的盐，还有调味料，调味呢就大功告成了。噔噔，大家呢可以参考安迪秀过年菜煮什么啊？然后呢，过年的时候就不用伤脑筋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安迪秀要准备我们今天的新菜色了。叮叮叮叮，财源滚滚来了。Good evening, good evening。来呀，来呀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的财源滚滚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这爸爸切的哈，漂亮哦，爸爸的刀工切很美的花哦，而且这次特别切厚厚哦，怕粉丝们看不到，切高高的厚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香菇2 4 6 8 10 10片，然后这个是2 4 6 8 10，哎，怎么11的2 4 6 8 10？妈，还一片把你吃掉。要给安迪吃点。哪里？你偷吃了啊？没有了，我没有偷吃了。那你就吃两个，剩下十个就好。然后呢，还有蒜子，不用紧，拿那个美颜色美。还有蒜子，留十个就好。我该帮你吃掉旁边了。来，放这边啦、啊，蒜子放这里。好，交给。不用紧，我吃掉这个，你吃掉旁边的。顺便帮他吃掉这个 ，left over 的。嗯，刚共哪几不念 favorite 沙油哈？是啊，是龙哥你最喜欢的财源滚滚呢？来，为什么龙哥想吃财源滚滚呢？因为是重点来了。龙哥最喜欢的龙吧？噔，龙肉哈，烧肉。龙哥最喜欢吃的烧肉，等一下他应该会加饭了。他讲我不要吃饭，我只是要吃烧肉。来喽。准备了适量的干辣椒，然后呢，记得哦，这个香菇蒂呢，安迪秀通常都不会丢掉的，他直接把它留下来哦。然后呢，可以跟这个香菇一起煮，拌完好，大家拌完好。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啊，所以呢，粉丝们分享给他们啦、啊。嗯，今天煮茶园滚滚，安迪秀勤劳哦，过年前快点煮先。过年的时候不要叫他煮啊。过年的时候叫安迪秀带你们去那个拉比手，妈咪哦，妈咪没说你的电话有电哎，可能你要从早开播到晚上哎，可能要去看拉比手，对没？要啊，我们先排 schedule 给粉丝先，初一走哪里，初二走哪里，你要带粉丝去那个日出哎，日出山庄哎，啊，日出山庄，啊，很多粉丝没有去过哎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先烧热油，爆香蒜米末。对，把它干。嗯，去挨翻了。
因为 iPad 是妈咪吼唯一个带我们去的旅游胜地，是吗？那边没有东西，因为那边是没有东西走。然后把香菇蒂呢下锅炒香，当完好，大家帮我好，现在吃这个萝卜，这萝卜好吃，萝卜，这萝卜很新鲜。好，爆香了蒜米末，还有呢香菇蒂过后呢，我们把香菇，里面就是生的香菇还是熟的香菇？真的，真的。生的香菇啊，里面有一二多少？算一下，十粒啊，里面有十粒，十粒一百克的香菇啊。嗯，这边帮你们写师傅写十粒啊，或者是一百克也可以。大家饭碗好。刚好是一包两。师妹，你们初几开工啊？其实我们初三就开工了耶，没有休息耶。我叫他们拿半一的粒。割掉拜一的地方，因为很多班长讲你做美甲来呀，你做很久了，我们现在还看到啊。煎香菇的。好，我们先把生的香菇十朵呢下锅煎香它。你怎么没有拿一个点香掉？我帮忙那个那个去掉了。帮我们好，我们炒香了，煎香一下香菇啊，这香菇是生的，十朵啊，十朵。不要粉丝讲，安弟，我进来了，你就要关播了，因为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，然后嘛这几天完全都没有收到，很多粉丝看重播的时候带锁了。师妹，周末你们没有通知的，不是我没有通知，飞书没有通知，不是师妹没有通知。好了，我们煎香了香菇后呢，要放什么？因为旁边有加水没？怎么有水的？油来的啦。嗯，安迪是做工手。哦，油来的哈。好，没有穿上先加去啊。好，我们加入了红萝卜，你可以把它切成花的形状哦。因为没有穿上，我先加去。要是穿上的就放最后。其实那个红萝卜粉粉是蛮好吃的。有口感，也去做红包图案的美甲啦，师妹做那个梅花的。好了，我们呢加入了红萝卜，然后把蒜子也加下去哦。这个叫什么蒜了啊？蒜子，蒜苗，蒜苗，蒜苗，这样子的。蒜苗，它其实也是叫蒜苗哦。我们每次叫它蒜子哦，也是叫蒜苗。我们不叫它讲生姜。生姜，因为要有的生，所以我们就生苗就有财来哦，所以就财源滚滚啊。生姜，很多粉丝在备菜油哦。因为红萝卜没有穿上，所以我给它焖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焖一下。其实过年还可以做手撕鸡哦，因为拜了的鸡可以拿来做手撕鸡哦，妈咪哦。放多少的水呢？来闻一下啊，你等一下吧。我们放少许的水就好了，不要放太多啊，要让它闷一下。少许的水，好，翻炒一下哦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到安迪秀把蒜苗呢的那个茎部的位置呢先放下去，因为那个比较难熟的。对，蒜子是要蒜前的，所以财源滚滚来。财源滚滚啊！所以师妹的新年菜特写，财源滚滚给你们。财源滚滚。好，我们呢翻炒均匀一下，香香了哦。要煮一下啊。嗯。来翻去了。安弟，你几时煮海参？海参没有泡好耶，还没有泡好耶，太大字了。新的瓜子。哎，你要拿那个盖不是？不用盖了，就 OK。班长，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，我先帮你问了。阿弟讲要等我海参泡好先才可以煮啊。师妹，你那里有下雨吗？吉隆坡下大雨哦，很大雨哦。我们今天这里很热哦。那还有，来给大家看这是什么？枪枪枪枪，
要拿一个布啊，开。好吧。哦，所以呢是算子呢，代表有钱算啊，对，代表有钱算。对。算子代表有钱算，应该是啦。算子，妈咪讲算子有钱算哦，财才会来哦。所以这道新年菜色叫财源滚滚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翻炒均匀先。喜欢呢财源滚滚的粉丝们呢，记得分享给家人朋友们跟家人跟朋友们啊，加多少的鲍鱼翅呢？好，锵锵，我们的鲍鱼翅加了一汤匙，好了。Who cosplay 财神爷啊？不懂哎，当龙哥蹦不去买去买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再把蒜子下下去哦。加完加完，好，蒜子慢慢加，把硬的先下下去。好，水为财啊，发财了啊！谢谢大家分享哦，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哦，所以呢，你们自己啊，你们可以呢分享给家人的朋友们哦。最重要呢，要发给谁你知道吗？要发给那些会煮给你吃的。加适量的生葱调味，我们还加了干辣椒。要煮一下，那分量煮一下。好了， Singapore NTUC many people、哦、bought EB product for free cooler bag， 加油哦，每个牛跑去买嘛。哇，然后呢放适量的龙哥最喜欢吃的烧肉哦。哇，今天有财源滚滚啊，大家呢这道菜可以新年的时候呢可以煮来吃了，然后大家一起财源滚滚，有菜吃很多财算哦， yummy。然后呢，新年的时候啊，弟兄每次煮这道菜的时候，对吗？就是拜了的那个烧肉是这样子煮的，是吗？咪咪，拜了就拿来炒炒一下可以吃了，咪咪哦，炒炒可以吃了哦。所以呢，这道菜呢，就是呢，让大家有烧肉的就可以煮财源滚滚，有蒜子的也可以煮财源滚滚，然后有多的萝卜也可以来煮，有香菇也可以来煮。所以呢，简简单单一道菜呢，就让呢大家呢在桌上有一个丰富的佳肴了。高节目，你加适量的生抽下去呢，调味就可以了。This one 龙哥 flavor 的 ，because got pork 哦，是咯，大家都了解龙哥。Hello， 知道今天很多粉丝没有收到直播通知，没有关系，等下看回重播一下。那烧肉咸的。啊，这个烧肉呢有点带咸哦，虽然必须没有加很多的生抽下去，只是加少许而已，啊，加少许而已。好，我们呢翻炒均匀就大功告成哦。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哦。这道菜呢，和大家都很想念哦。我记得去年哦，龙哥第一次过年的时候吃到这道菜。安迪，这道菜哦，可以再去买多烧肉来炒。安迪跟他笑，安迪讲，我们平时炒这道菜哦，是因为拜了的那个烧肉没有人吃，然后才煮这道菜的。龙哥是喜欢吃烧肉的。五颜六色发啦，发到五颜六色。好，我们最后呢加入适量的花雕酒，也是我们讲的绍兴酒，呛一下，加适量给它呛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去年听到龙哥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全部在那边笑。我跟龙哥讲，龙哥这道菜是我们家里每次哦烧肉没有人吃啊，然后才下去煮的。大家傍晚好，新年快乐！还有呢，倒数多少天啊？
要聊要聊，今天已经23号了，倒数七天，倒数七天，要除夕夜了。我、哦、奇怪，我们每次到了那个花雕酒过后，味道很香，汤汤了很香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道菜以来送饭很好吃，但是很开，你知道送饭其实很开胃耶。妈咪过年还可以炒哦哦爸给他们吃哦，小孩子喜欢吃哦。可是过年人家是拜烧肉，产烧肉来炒，哪里去炒哦？哦爸嘛。Yen abacus also nice 蒜盘子哈，安弟秀没有做蒜盘子哦，客家菜我很少做，他们都是吃一头的，一头是安弟秀喜欢吃，我们家那些不吃一头怪怪的、啊、怪怪的卖家哎，好吃一头，好一头啊，办完好过年可以吃螃蟹吗？可以吗？你过年要带螃蟹回去煮吗？不要，我过年回去煮笑的。要下陷阱给安弟戏我。笑的。安弟讲过年不要害我，还要叫我煮。叫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财源滚滚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所以呢，过年过节呢，记得把烧肉收起来啊，不要倒掉啊。这个烧肉这样子炒、哦，没有人倒掉，这样贵。没有，有些人不会煮吗？不是把烧肉留住咯，留到坏掉了，所以倒掉了。不会的。这个要加水吗？加少许而已。那有加一点水吗？那个红萝卜跟那个香菇。谢谢梅芳的99颗星星，给安弟秀的鼓励哦。你们记得哦，等下师妹哦。看到安迪秀自己直播、哦、去拉比走的时候，你们记得给他多一点星星啊。那安迪秀很有力啊，每天带你们去走啊，拉比走。笑的。因为安迪秀的直播，他拿出那个棒，他才看得到有道。你看看我笑的这样，这个杂包叫什么？这个安迪哦，拿出安迪不要拿出那个直播棒做么？拿到直播棒在那边带粉丝去走。安哥现在 OK 了，以前拿直播棒他讲会怪。现在不会啊，安哥习惯了。习惯了。安哥现在跟你讲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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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知道黑啊，这个。这把一个，第刚个两个哦，回轰到说，等下两个在研究要拍什么了，带粉丝去看什么？没有东西。我们明天去热新啊、我们拉美式的热带山庄啦，然后可以去日出山庄啦。啊、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财源滚滚完成咯，锵锵！明天还有煮啊，安弟兄明天还有煮新年菜。要赶着呢，把很多新年菜色呢跟粉丝们分享。会，通常都是拜拜的烧肉才拿来炒的、嗯。你今天有拜拜吗？没有。兄弟姐你也没有拜拜哦，所以呢，今天先拜我们的嘴巴先。拜他们的嘴巴。拜嘴巴。来，今天的财源滚滚。来，今天的财源滚滚。完成，最后呢，我们让安弟秀呢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。拜拜，叮叮。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。拜拜，大家今天有满满赚满满哦，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哦。今天呢，新年快乐，然后呢，也祝大家。用餐愉快哦，然后呢，过年我们一起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啊！师妹没有回来 ，Peace 吗？来不及有哦，很多东西要做哦。嗯，拜拜。